今天要来再一次分享我们的盛放了，所以看看像这样子，它仍然会从旁边长出这个。像这一颗呢，我已经剪了大概上头的这一盆里头剪下来的朵，孔雀假日特别好，其实我在剪的时候，为什么从这剪这短短呢？因为长它长越多哦，所以你我们继续剪吧。今天可以开，然后让它自然干燥，自然干燥跟我放的自然干燥有一个好像可以欣赏美丽的花朵。好啦，等我们剪完了再来分享吧。